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这句话原本却是之珍惜实践之意，但之所以为人穿颂，是因为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。比如爱经，但你当你有能力爱时一定要爱。还如生孩子的问题，当夫妻俩想要孩子时一定要，不要错过最佳婚育期。领如当父母健在时一定要好好孝敬，如果双亲故去时再想小将来得及吗？总之人们不要对自己留什么遗憾，问心无愧，珍惜现在所拥有的，不要到失去后才知道对于自己多么重要，到那时已经晚了。